的流溢，春风吹遍了昌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首长睡了吗？没有，正忙着呢。啊，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啊，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是。李霞同志怎么样？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是。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不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热尼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3-4天？嗯，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紧，
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看，啊。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我假装到十四楼，他们是在六楼。宗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查电台的耳朵。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哼，你要去干哪一个呢？一个，哼，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是国民党的。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六楼。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真的？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底下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老李，嗯，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对。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对。再见吧。再见。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这是孙大夫。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
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是。哎，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嗯，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家庭？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还认识我吗？哎呀，老孙，是你呀、啊！这个不用介绍了。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坐呀、啊。哎，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真的？是不是？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好啊。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这个工作我做不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我服从组织决定。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吧。哎，小姐，李先生，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哦，这位是白小姐。我正要去找你呢。啊、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不了，这送给你们新婚。啊、哦，不不，不要客气。小意思。啊，那我就谢谢了。再见。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好。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好，等起来可那啊。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我是说不应该浪费。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李先生，李先生。哎，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好，谢谢你啊。这边高点。啊。哦，新婚夫妇啊。啊，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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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喝茶。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嘉兴。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那得叫做妻离音乐系妻嘛。张太太，张太太。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怎么，老贺，你也来买湘绣吗？不，哪里哪里哪里。你记得往乡下乡里买几件湘绣，请他帮你改改好吧。啊，好好好。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好，有事有事。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好的。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哪里哪里。李太太，侬来的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做磨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做磨浆？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啊。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好的，再见了啊。再见。再见。不坐一会儿了。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好好好好，在位了啊！在位了，李太太在位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你有空请过来啊！不要出来，不要出来。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我不会。哼，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
来叫你。糊了。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你呢？我要到上面去工作。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喝水吧。好，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很好。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哦，这是延安来的密码。贺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假日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印。大老人们的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英勇抗日的将士。亲爱的同胞们，他们是为了谁？是为了谁？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不是，当然不是。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这个才是。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我？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出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
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马上。嗯，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哎，这儿怎么了？枪声。哦，你当过红军？是啊。酒哦，今天是中秋节。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好，来来。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们。底下通知的第一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是。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好。丽娜小姐，我现在就用这种分局停电的办法来确定我们所怀的那些电台在哪个弄堂。有问题，你到下面去布置一下。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喂，电台，来呗，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哦，我听广播呀。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我收听国外的行情。你说不说？你要我说什么？十年前，一二八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了。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我没有领导人呢。那么，我是做生意的。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呢？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袁妮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不是，你是不是一个？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该的。你的领导人是谁？没有。你说不说？你要说什么？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中国人，你这个，你说不说？你傻不傻？我说，走吧，跟我来。嘴里没有你的喜欢，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说话，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修吧，修，你，我，修吧，我们没什么可说的。我什么也不知道。轰啊！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吗？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怎么？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嗯？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当然了。哦。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好，我都跟你说了吧。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老孙，了解清楚了吗？嗯，听说李霞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谢谢，幺三。哎，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我哎，我这倒不会啊。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嗯。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是啊，我也这样想。嗯，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对对对对对呀。可以，韩国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行け。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波长呼号还在不断的出现。丽娜，把李霞老婆吧。李太太，你先回去吧。他呢，也快了，你先走吧，
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谢谢你，张妈。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我走了。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虾出狱有望，速去。兰芬，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啊，在里边受罪了吧？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这都些什么人？犯人。都是出去的吗？嗯。怎么这么多？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你刚出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不，我需要工作。没跟和李霞联系吗？没有。没睡觉？哪能睡觉呢？我看行了。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抱惯了就放不下，还没睡着呢。有人没有？买东西。你去吧。那包烟。老孙派人送信来哦，叫我明天到根据地去。是吗？老李啊，老李啊，哎，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嗯，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
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什么？啊、电台呀、啊。电台？哎，谁的电台啊？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啊。哎，我什么钱都不要。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买一包糖。妈妈还有饼干。好吧，再拿一包饼干。好，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嗯，妈妈喝汽水。好，拿一瓶汽水。哎，再拿一盒代乳粉吧。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七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多少钱？一共是55,000。好吧，走吧，走吧。姚伟又跟你掺什么？嗯，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怎么？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嗯，确悉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邀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李先生来了。好、啊。好、啊，来来来来来来。哦，到里边坐吧。啊。坐坐坐坐。抽烟？不会不会。怎么样了？哎，我太太不赞成啊。为什么呢？怕我再吃官司。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谁搞的？是个大人物。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中央委员。委员？组织部长。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哎，重庆方面的。重庆啊？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嗯，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哦，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怎么，老蒋也要过来？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嗯，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好，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昌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对，不过密码。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蓝芬呢？啊，蓝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啊，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是吗？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看你高兴。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啊？我。
谁呀、啊？我。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嗯。还差2分钟了。李夏出来了，是他。出来了，是他。电话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
谁泄露出去的呢？那你说是谁呢？你那个李霞。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你拿什么担保？拿我的脑袋。哼，就凭你这个脑袋？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把李霞给我抓来。窝囊废，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记录班。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不然要你们脑袋。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出来，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李霞给我们的教训。多少钱？2万。大概一两。嗯，这样不错啊。嗯，可以可以。还有几个？哎，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口琴。哎，下来自个儿走啊。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嗯，晚上还得工作。嗯，我妈妈，我要跟爸爸玩。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讲故事。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讲好人坏人的故事。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我听过了，我听过了。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英雄阵，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安好。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什么李霞？什么李霞？哎，李霞出来了。这不好了吗？啊，爸爸。嗯，这就是我们新的家。你怎么知道要搬家？妈妈说的。哎，丹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李太太，谁呀？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白小姐，你没出去啊？老孙要你今天晚上七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嗯。老孙来了。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是啊。你们谈吧，我在外边。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嗯，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提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你要注意安全呐、啊！你看有什么困难呢、啊？我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完成以后，你也马上转移。是。问题，继续发。我来发吧。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我。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我不能走。这是命令。第一份报说完了。嗯。第一份报说完了，快移出来。去了。好。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